大家好，来，各位观众，老爹这个送本乱局已经可以升阶了，没问题，我的防御盾越来越强了，这个装备都八十级了，然后再来，还有我们的全新的装备，没问题，我要把我的防御角哦，每一只都盯到极限哦。不过今天我们要玩的是菜刀队，没问题。直接强化，全部八十级，然后我升星，我再升星，我升不完的星，没问题。那么今天我们又来用菜刀队来跟我们的剑神一较高下。菜刀队，老爹看一下，七星的幽娃东四郎，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。再放上我们的，要不要放白衣护啊？应该不用了。好了，放白衣护好了。好，就是这样子。这就是老爹最强的菜刀队。我的乱局嘞。哎呀，我的乱局在干嘛？好，再补一只谁啊？没问题。老爹看一下有没有问题哦。好，八十五万战力 VS 九十三万战力。究竟老爹的菜刀队有没有办法击败剑神的菜刀队？七点一五，六百一三，再来！大西瓜，七十三万，他好硬哦！好，又挖东四郎，九十二万，再来 ，Hito Cup， 九十二万，白衣虎。一百六，我们的蓝蓝五百六十万，他只剩一只啦，速度真的是个好东西啊，轻轻松松结束比赛，很难得可以用这个打赢哎。然后呢，我们来玩一下兵队好了，难得老爹的速度又超过他了，没问题。兵队还有一只是谁啊？就是这样子，
然后呢，兵队的真伤，来，我们就这样子玩。来呀，一个月九九一次的速度超过剑神，翻开哟，28万，再来 ，SSR 东市长17万，朽木露奇亚 ，Hito Cup， 没问题 ，You are 东市长。冰到四只，老爹的白衣虎，130，啊，怎么才打一下？不过那全部都被控制住了，没问题。对面的7.1户，613，白衣虎，240万。好，我们的大排球42万，再来剑八35万，白衣虎154万，没问题吧？要求他的拳膝那么硬哦。好，平子真子59万。没问题，他只剩一只全息了，一只全息是挡不住我们的剑八的，老弟的剑八可是最强的剑八。好，轻轻松松又结束比赛。好了，菜刀玩腻了，明天开始又要开始玩铁龟了，因为他明天速度又比我快了。好，那么现在老弟的全球锦标赛遇到了一服的最强高手，就是我们的蓝人总右介，他可是很强的，你不要开玩笑哦。来，我们挑战他。哎，我这个阵容怎么乱七八糟的？靠腰，我这个阵容乱七八糟的。好，来打看看啊。我有点忘记啊，我是一剑上阵的。好来，他这个阵容是有排过的。好，老爹大西瓜，烂了一个大招，能不能直接收手？哇，好，收掉两只，没问题。第一队赢了，又啊，东四郎160万，再来，我这个是一剑上阵的啦，我已经忘记摆阵容了，一剑上阵的 ，Hito Cup 180万，再来，展月展了两个多月，没问题。好，第三场，好，老爹的白衣虎156万，再来。哦，他全部都被禁言了，怎么那么衰啊？没问题，我们的朽木白债40万伤害，再来孤立母桥59万，第四场比赛，第四场看起来就会输哦，我这不知道什么鬼队伍哦。
我被乱，我被乱坑黑啊！好，三铁老板，六个拐杖，没问题。不会，我这个奇怪的队伍也赢了吧？好，这个才打十二万呢、欸，小狗狗，十二万四，哦，五十二万八千六，搬开哟、哦，五十一万再来，不会用这个真的打赢吧？先来到六打五的局面，对面的春水一连斩、二连斩、三连斩，朽木白哉八十三万，哎，真的好像有机会赢哎、欸！不过他的春水有点硬啊，商店老板看起来还好。好，现在是六打五的局面。他的春水好烦哦。好，现在来到五打五了。先带走他的商店老板啊。打那个商店老板，好，没问题。先来到五打三了。糟糕，应该是输掉了。四个打三个，他的春水有点强啊。好，有没有办法击败他的春水？慢开哟！哎，好像可以耶，好像可以哦，大力一点！哎呀，没吃饭的哦，输掉了啦，这一把输掉了，三比一。好啊，我这一队没有办法打赢。好，顺风一个大招。四十五万，他的夜衣很硬哦。好啊，啦啦啦啦啦啦，十八万，关键应该在夜衣啊。好像我会赢哦。没问题，这个好像龟派气功哦，八爪章鱼，三十三万，先打掉他的全息，六打四，不过他的夜衣好像打不掉哎，他那个夜衣是怎么回事啊？他那个夜翼打不动哎、欸，完全都是零哎、欸，好戳到两下，这样子好像会输哎、欸，好再来，不行啊，都他的夜翼都是零啊，怎么打、啊？好，打动了，那看起来应该是赢了，我们有打到他的血了，他只要会扣血，
他就输定了。好，顺风 OK 赢了，因为他已经没有输出能力了，他这两次都没有输出能力了。好了，比数来到5-1了，那最后两队他没有放啊。好，没关系，后面老爹把阵容再排好哦，看看还会遇到哪一个高手。那么今天这部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